结果，爹老律师用全部精力和心血酿造的白葡萄酒，却在橡木桶里酿造时发生了纯化。本来应该清澈透明的葡萄酒，却变成了褐色。老律师以为自己的一切努力换来的只是一场失败，他伤心极了，决定。 把这葡萄酒全部倒掉。啊，那他多可怜呀！是啊，那他该多伤心啊！然后呢？然后怎么样？没想到，老律师那个玩世不恭的儿子，在一个英国酒商听到了一个关于白葡萄酒的传奇，就是一些绝世的白葡萄酒，它好到一定程度，它会发生变色。 过一个阶段，他又能恢复。那他们家的酒会不会就是这样的呀？不过那也晚了，老律师早就倒掉了。儿子，赶紧赶回酒庄，但这一切已经来不及了。那些酒都流入了大海。他失望之余，跑到自己常去的一家酒吧散心，没想到，酒吧老板。 拿出一瓶全新的白葡萄酒，他惊讶地发现，这竟然是他自己家酿造的。那赶紧拿走啊！原来，酒吧老板在老律师倒掉酒的同时，偷偷地留下几瓶，仅存的几瓶啊。结果，他儿子在飞机起飞的最后一刻拦住了那个英国酒商，把这瓶失而复得的白葡萄酒。 交给英国酒商，托他带到法国去参加比赛。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这瓶酒战胜了所有的法国酒，取得了第一名。哇，太厉害了！老律师一辈子的心血换来的是成功啊！更重要的是，这瓶叫沙杜穆特兰纳的葡萄酒。 给所有热爱葡萄酒的人开创了全新的眼界，意识到新世纪葡萄酒的广阔前景。珊珊，把酒给我。每当我喝这种酒，我都会想起这个故事。 你们和老律师一样，你们是新世界的创造者。也许你们没有丰厚的底蕴，但是你们有梦想。来，为了以后能够成为完美的女人，为了自由，为了嫁给心爱的男人，为了不能说的秘密。 为了你们年轻的梦想，干杯！
个世界还有太多的美好，我没有领略过。你们的热情让我重生，我要用这第二次的生命行走游历，这样即使我倒下也死在美景之中，这便是我的梦想，剩下的就看你们的了。祝你们与我一样梦想成真，奶奶。我真没想到他就这么走了，我怎么办？酒庄怎么办？哎呀，独山，别哭了，不是还有我们的吗？可是我害怕，我好担心奶奶呀，那么大年纪了，万一真的在路上，这不正是他的梦想吗？而且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梦想。可是我就是不想一个人嘛，要不然你们都来酒庄陪着我。酒庄哪挤得下我们这么多口子？再挤也比你家宽敞。哎哎哎，独山说的对，以后我们有空就常来啊。可是我想不到借口把你们留下。我们帮你想啊。奶奶不是说今年是葡萄的好年份吗？要不咱们玩点名酒，怎么样？好啊！哎，这主意不错，这主意相当不错。行行行，行只要独山你装着不哭，什么都行。那你们都来陪我，陪我酿酒。肯定。哎呀，这都怎么回事啊？不是每周一摊吗？怎么又一摊啊？我的天哪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杜山说了，酿酒光靠咱们四个不行，得招酿酒师跟管理员。往左点，往左点。杜山啊，蛋壳你来了。待会儿要招聘会，你可是主审官，你要严格哟。我办事儿你放心。了解，宽于律己，严以待人嘛，不要一针见血嘛。今天谢谢大家来帮我搞这次的招聘会。今天的主要任务呢，就是找到一个能担当起酒窖管理重任的人。没错，这个人必须有水平，能力强，三脚猫我们不能找。开始。作弊哦。平时呢，酒窖只有我跟蛋壳两个人。所以为了我们的安全，哎，这个应聘人员的背景也得查清楚。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心怀鬼胎、狼狈为奸者绝对不能招。你们两个出去。停停，出去。说是管理工作，但是其实要亲力亲为许多农活，所以手无缚鸡之力的不能招。你出局。Cherry 啊，最近哪好玩的地方吗？哎呀，我前两天又喝多了。哎呀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天天喝多了。无聊嘛。那你喝多了，你车怎么开回来的呀？别提了，你一提那个代驾啊，我就气得咬牙切齿的。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你们说我当时我都喝多了，我都那样了，我都那么主动了，他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，我严重怀疑他生理上有问题。可能不是个男人。哎，可惜了，长得那么帅。哎，我看他代驾的时候啊，还背着拳击手套呢，应该不至于是身体不好。是吧？那后来呢？后来怎么样了？后来，后来他就把本姑娘自己丢在树林里，一个人就跑了。这真不是男人干的事儿，太丢人了。黄恋，我记住你了。别生气了，你长那么美，肯定不是你的问题，肯定是他的问题。真的好丢人啊！别难过，别难过，咱们晚上再去更好玩的地方玩啊！就是吃好吃的，对。
老王，你在前面靠边停车吧。小姐，马上到了。嗯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想一个人走走。可是陈小姐，先让你晚上8点之前必须回家。我知道了，我会按时的。再见。注意安全。嗯。欣欣，你终于来了，你一定想听我解释。对不起，我没办法解释。我不是来听你解释的。你说什么？我是来向你道歉的，是我误会你了。我是这么一个孤僻、古怪、没有任何趣味的人。黄恋，我真的很羡慕你，你那么有热情，有活力，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真的好开心，从没有那么开心过。但是我知道自己其实不配和你在一起，事情我都知道了。那天看见你身上的口红印时，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可笑。我原来以为自己是一个很特别的人，不会有那些感情。没想到，我和那些女孩一样，也会嫉妒。这恐怕是因为我已经喜欢上你了。亲我一下，我就原谅你。啊？亲我一下。我。好了，开玩笑了。我不会勉强你做你任何不喜欢做的事情。下周，我在这里会有个市里的比赛，我准备很久了。你回来加油吗？等到时候我赢了，你就得亲我一下。嗯，如果我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你敢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晚上不给我解释清楚，甭想睡觉。哎，蛋壳，我
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他是咱们新找的酒窖管理员。酒窖管理员，我可没让他干。蛋壳，那天很了解酒的，而且他愿意为咱们提供无偿的服务。哟，无偿的，现在哪有人愿意白干活啊？肯定是有所图吧？说吧，来这的目的是什么？蛋壳，那天真的不是坏人，他很懂酒，而且是真的爱酒。他之所以来咱们这儿帮忙，就是因为他也主张手工劳作酿酒，这不是正和咱们酒庄的宗旨一样吗？杜山，你能不能不那么天真了？他说什么你都信啊？你见过哪个骗子脸上写着骗子两个字的？不管你相不相信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别再做出伤害藏酒的事情。谁伤害藏酒了？我还没说你呢，你血口喷人啊！你是心虚了吧？那天不赖蛋壳，是我让他去拿酒的，酒窖灯坏了，我明天就找人来修。大半夜拿个手电筒到处吓唬人，亏得今天是我，要是你呢，杜神？那天蛋壳也是咱们酒窖的主人，所以他想喝酒是他的权利啊。哎呀，那天是管理师嘛，他在尽他的责任，不赖他。你们俩都没错，不就是赶上咱们酒窖灯坏了吗？他有错，我没错。你今天的确吓着人家了吧？你就跟人家道个歉呗。对不起。去，我拿瓶酒。哎，没让你拿，让他拿，不是免费的，不要钱吗？正好好利用利用。你家喝酒不用杯子啊？直接对着瓶吹啊？嗯。把牛奶先喝了吧。你住这儿？你今天都看到什么了？我闭眼了。亮你也没这个胆。那天，那天过来，过来，那天。干嘛？我刚刚受的惊吓，然后晚上也没吃饭，有点饿，你帮我整点吃的呗。想吃什么？晚上又不能吃热量太高的，就吃个拼盘吧。好的。哎呀，我等你哦。清早的画那么美干嘛呀？人家爱美。怎么样，睡得好不好？下午约大家来喝午茶吧，新学做的曲奇饼哟。哦，那你帮我通知一下呗。我下午还有事呢。你让那谁通知。谁呀？那谁。谢谢那天。没问题，好好吃呗。哎，站着！你，我跟你说话呢，听见没有？你叫我名字了吗？那天，那个谢谢你忙了一早上了，下午我想开茶会，
所以帮我通知大家来参加吧。待会儿我把通讯录给你。好的，没问题。那还有别的什么事儿吗？哎，他叫什么？他叫那天。哪天啊？那天，哪天？姓那，名天。哪儿？喂，你骗谁呢？这都什么时代了，没电话？再说那可是法国，法国知道吗？法国什么世外桃源啊！关儿，你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啊！三天之内必须给我找到电话，找不到电话全额退款，退款，退款！喂，什么人啊？在这干嘛呢？我在写下午宴会的请柬。词定于今日下午3点到玻璃酒庄开下午茶花会。你有病吧？我让你通知你写什么请柬啊？你觉得现在写这个，他们下午收得到吗？我也觉得这个时间上有点问题。按传统礼节上来讲，我们应该起码提前3天发出请柬，这样会显得我们的酒庄比较正式，比较有礼貌。所以让你通知啊，打电话、发短信、发邮件。我没有电脑，也没有电话。没有电话，没有电脑。请问您是来自火星的？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就是请您起开，让你看看我们地球人是怎么工作的。然后你轻轻按下几个键，来打出这个键。哎，那个小娟，那个下午3点，然后酒庄这儿有一个茶话会，你要记得过来哦。看见了吗？这就是现在的高科技产品，手机。记得我吧，不过我记得您，我向您隆重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蛋壳。你好，陈总。哎呀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对不起啊，最近工作太忙了。我就说吧，一个人不能身兼数职，你看你现在数职。姐妹们的聚会没有你都没意思了。孩子，不准胡说，人家可是商业精英，未来的继承人，哪有时间理你们这些阿猫阿狗？对哦，对哦，对哦。可是人家真的也很想你们呀。再说了，那些工作都是我爸给我安排的。那今天晚上就一起饭饭吧。对啊，就耽误你一个小时。不行，我爸盯着我呢。哎呀，哪有这么折腾闺女的爹呀？走吧。走啦。别管三七二十一了。
这是我比赛的票。拳击挑战赛，总决赛，行啊，你黄连。那，到时候你会来吗？我不知道，可能要上班。哎，小流氓，我们的票呢？嗯，就是的，这还没追到手呢，就开始厚此薄彼啦。艺昕，你看他这样对我们，这可不行啊。嗯，哎呀，你们别说了，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。所以你还是不愿意做我女朋友了？有，哪有这样追女孩啊？最起码也得来束花吧。对啊，你得看看我男朋友是怎么做的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艺昕能看上的男孩，在古代，要不然就是文武双全，要不然也得是个状元。嗯哼，要不你先赢了这场比赛，拿个冠军，回来我们再跟艺昕商量，让他做不做女朋友。好。哎，你别当真他们开玩笑的。我要赢了这场比赛，奖杯就是我送你的礼物，别忘了你答应我的，我要的那个礼物。你来了，我来看看藤酒不行吗？想喝什么我拿给你。谁说我要喝酒了？我想喝什么你管得着吗？喂，别动，这瓶酒已经沉睡了很久，你不该这么突然的把他叫醒。没发生啊。行吧，那你们好好聊。喂，你别动。这些酒你都知道在什么位置吗？我还在整理，不过已经差不多了。光你知道可不行啊，我们也得知道。这样，你做一个电子版的目录，发给杜山，还有我和艺昕一人一份。电子版？可我没电脑。我知道啊，所以让你做。晚饭之前我必须看到。如果我今晚没有收到，后果你清楚。那天。干嘛？我交代你的事儿完成了吗？什么事儿？红酒目录啊，都已经一天时间了，这点事都完成不了。等着。杜山，我遇到火星人了。这是我们近年的业务逐渐的一种上升，到了这一年呢，它业绩是最高的。公司主要是立足于呢长期的合作与发展，除了注重一种有形的资产之外呢，更加注重于无形资产的积累，启动自有项目研发。一些。你对这个案子有什么想法？我还没想好呢。哦，那大家先休息一下，待会儿回来一心再讲。
我没赢，而且我根本都不可能赢的。我就是想让你过来给我加油。我以为今天我可以让你做我女朋友，可是现在不能了。算了，反正冠军奖杯也不是我的。你也不是我的。你的冠军奖杯这个可是我们国家最至高无上的冠军奖杯。好了，这几天千万不能着水，记住了吗？你下午去哪儿了？连声招呼都不打，会才开到一半，老王也找不到你，非常着急。你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呢？我八点之前回来了，现在就上楼去准备明天开会用的材料。